我们可以用温和的方式讨论。好、哦、不错哦。我们如果用和谐的方式讨论，那么同学之间或许可以一起解决更多的问题。对啊，那这样大家就不会这样吵来吵去了。适当的沟通才能解决班上男生一国女生一国的问题，甚至可以让班上更和谐更团结。那么我们就一起和平相处吧。